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和生长的。例如植物就靠根部吸收泥土之中的水分和肥料，然后才能够生长茂盛。而动物就要吞噬食物，再从食物之中吸取营养。人类是地球上其中一种动物，所以亦是需要进食才会得到所需要的养料来维持生命，帮助生长，同埋有足够的气力去工作的。我们要吸取到食物之中的营养素，就要靠我们身体里面统称做消化系统的器官了。妈咪，我回来了，吃得饭没啊？还没吃得啊？乜你好肚饿咩？一翻嚟就嗌食饭，梗系啦，饿到晕啦。咁你换件衫先啦，我炒埋碟菜就得噶啦。哦。汤仔啊，照烂先好吞啊！肚饿啊！做咩你今日咁肚饿啫？我今朝赶住翻学，都冇食早餐。我有俾零用钱你噶，你冇买面包食咩？翻到学校都争啲打钟啦，仲边有时间买面包食？咁小息嗰阵呢？小息嗰阵时候，食物部都唔知几多人啊，排得队嚟啊，都唔使玩啦。你玩少一阵都得嘅啫，成朝唔食嘢，第时唔好咁啦，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啱啱我食完啦。仲有冇头晕眼花、手软脚软啊？冇啦，我而家充满力量啊！妈咪，我可唔可以出去玩一阵啊？你又去边啊？我搵隔篱辉仔踢波啫嘛。你一日都挂住玩，食饱饭啊，唞阵间先啦。唔使啦，好快就翻噶啦。喂喂，哎呀，成只马骝咁越叫越走。热啊！吞杯热水饮先。咦？点解有蛋糕嘅？妈咪，妈咪，哈！妈咪去咗边度咧？啲西饼咁靓。哎，唔理你食够先啦。原来你喺呢度啊！厂长，你叫我啊？梗系叫你啦，附近都冇其他人。你有冇认错人啊？我叫康仔，唔系咩厂长。哼，你叫做吴健康啊嘛。虽然你搞到间工厂一塌糊涂，都唔使唔认系厂长嘅。咁就奇怪啦，唔通我患咗失忆症，连自己有间工厂都唔知道？喂，厂长。你吟吟沉沉喺度讲乜嘢啊？咁请问我究竟有间电子厂定系纺织厂啊？两样都唔系，系消化工厂啊！消化工厂制造啲咩噶？睇嚟你真系好似唔记得咗咁噃。好啦，我带你翻去你间工厂嗰度睇下。最好啦。嗱，
呢间就系你间工厂啦。佢主要就系将啲食物磨碎，然后吸出食物中嘅营养素，供给俾另外一啲工厂嘅。呢度系进口部，里边有啲用嚟切碎食物嘅机器。经过初步切碎嘅食物，就会利用一条运输带送入去另外一部磨碎机，将啲食物再次磨烂啦。当啲食物磨到好烂之后，就会送入去另外一个机器，喺嗰度食物入边嘅营养素就会被吸取出嚟啦。哈，又几得意喎！仲话得意添，你知唔知你间工厂啲机器就嚟要大修啊？唔知啊，点解啲机器需要修理嘅？哈，就系因为你咯。又关我事？梗系关你事啦！你唔信，听下啲部门主管点讲啊？喂，运师傅啊！系啊。你究竟点搞噶？乜事？咁耐冇有人入嚟嘅，而家我哋磨碎机就嚟生锈啦，关我哋咩事噃？进口部都冇货运入嚟，叫我哋搵乜嘢俾你磨啊？咁搞法唔掂噶噃。喂，你知唔知点解进口部唔开工啊？听闻系厂长蛇王冇去买货啊嘛。其实成间厂都冇公开噶啦，你估净系你咩？哦，原来厂长失职，佢咁蛇王，我哋都唔做啦。咦，咪住，好似有嘢运紧入嚟喎。哇，发生咩事啊？一系就冇得嚟，一嚟就嚟咁多，仲件件都咁大件添，叫我点应付噃？唉，唔理咁多啦，照往入磨碎部算啦。哇，我有冇搞错啊？一时间往咁多入嚟，而且件件都咁鬼大嚿，我哋嘅机器磨唔切噶噃。哎呀喂，唔掂啊唔掂啊，架机器负荷太大啦，就嚟要爆炸啦，快啲走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亨仔，救命啊！亨仔，亨仔，你做咩啊？妈咪，你翻嚟啦！你点解瞓喺梳化度又唔冚被啊？我踢完波觉得攰，咪瞓一阵咯。你攞咗盒西饼出嚟食啊？仲食咗半打咁多？好食啊嘛！好食都唔系咁噶，冇啲节制。妈咪啊，我个肚好唔舒服啊，心口仲好似有啲嘢顶住添啊！梗系唔舒服啦！你咁样食法啊，用乜嘢食剂啊？哎呀，唔得啦，要去厕所啊！系咪咧？系咪咧？自己攞苦嚟身。点啊？你仲有冇唔舒服啊？我都系带你去李叔叔嗰度检查下，稳阵啲啦。嗯。冇咩嘢嘅，有啲冷亲下同埋消化不良啫。李叔叔啊，咩叫消化不良啊？咁你知唔知啲食物系点消化？唔知啊，你讲俾我听啦。要明白消化过程，首先要认识乜嘢系消化系统先。人类嘅消化系统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，首先系口腔。口腔里面有牙齿同埋舌头。第二部分就是一条垂直的食道，食道的尽头就是我们的胃了。经过胃部之后，就是一条很长的小肠，成年人的小肠有成四五公尺长的。连接小肠就是一条比较粗大的大肠了。除了这些主要的器官之外，还有肝脏和胰脏。这些器官会分泌一些液体帮助消化的。哇，原来人类的消化系统是有这么多东西的。是啊，这个系统就像一间工厂一样，由我们出世那天开始就不停地为我们工作的了。好像一间工厂一样，在哪里听过这句说话呢？啊，记得了，发梦啊。康仔，乜你咁冇规矩噶？李叔叔同你讲紧消化系统嘅嘢啊！你话李叔叔发梦？我唔系话李叔叔啊，我只系突然间谂翻起，我发过一个关于工厂嘅梦啫嘛。成日挂住发梦，讲埋晒啲无谓嘢。李叔叔啊，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，消化系统点样将啲食物消化噶？可以，
首先，我哋将食物放入口腔之后，牙齿就会负责将食物嚼碎同埋磨烂，口水亦会将食物里面部分嘅养料分解，方便身体吸收。口水又会令到啲食物滑啲，容易吞咽。而我哋条脷就会将啲食物推入食道，食道就好似一条运输带，将啲食物运送去胃部。而胃部就好似一个磨房，有规律咁收缩，将啲食物再次磨烂，同时亦会分泌出胃液，帮助消化。磨烂咗嘅食物就会进入小肠，喺小肠里面，啲食物会再同一啲消化液体混合，食物里面嘅营养素就会分解，方便俾身体吸收啦。小肠嘅肠壁有好多好似手指咁样形状嘅物体，呢啲物体就系负责吸收食物里面嘅养料。啲养料会进入血管，跟住啲血液被运送到身体各部分去。有咗呢啲养料，我哋就可以快高长大，有气有力啦。经过吸收之后，剩余嘅食物渣子就会进入大肠，其中嘅水分会被大肠吸收。最后呢啲冇用嘅渣子就会被排出体外啦。嗱，康仔，依家你明白消化系统嘅工作未啊？我而家明白啦。我发梦见到嗰间工厂就系做相同嘅工作啦。不过李叔叔啊，我哋嘅消化系统会唔会爆炸噶？爆炸？唔会。不过如果我哋唔好好咁爱护我哋嘅消化系统，后果都几麻烦噶。有啲咩麻烦啊？嗱，好似消化不良啦、屙呕，甚至肠胃病之类咯。咁我哋可以点样爱护我哋嘅消化系统啊？咁有好多方法嘅，譬如食嘢嘅时候。应该细细咀嚼，等啲食物嚼碎咗，然后至吞落肚。因为如果我哋狼吞虎咽，啲食物都未咬烂就吞，我哋个胃就可能消化唔到，引致消化不良，而且仲好容易啃骨，整伤喉咙或者食道添。太热嘅食物就应该等佢冻咗啲至好食，如果唔系，就好容易烫伤口腔或者条脷。应该避免食太辛辣的食物，以免刺激胃部。食烟和经常饮酒对消化系统都有损害的。饮食当然要定时啦。如果喜欢吃的食物，千万不要没晒节制猛咁食啊，个胃会负担不来的。吃饭前或者吃饱后都不应该去做剧烈运动，以免影响消化。平时要喝多些开水，多吃营养丰富和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千万不要拣饮择食，要多吃些蔬菜或者生果，这些食物不但营养丰富，还会帮助消化。进食的时候要保持心境愉快，当然要注意饮食卫生了。不清洁的饮食用具，不清洁或者未经煮熟的食物，都会引致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。康仔，有没有在街边买过鱼蛋或者鱿鱼吃啊？当然没有啦，食物这么污糟。那你都挺乖。如果我们的消化系统有毛病，那不但会屙呕、肠胃疼痛，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那怎样影响我们的健康啊？因为食物要磨到很烂，我们只可以吸收到养料。如果食物消化得不好，身体就没办法吸收到养料，我们就会营养不良了。营养不足就会影响我们的发育了。那康仔，你听到李叔叔教训吗？知道了，我这个厂长以后都懂得怎么做。喂，细路，买啲咩啊？咦，蠢白咧？哦，